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文斯。今天呢是8月30号，哎，我们觉得 A 股当前的情况啊，其实跟大家讲，所有的人在这里面都是昏昏欲睡啊，昏昏欲睡，基本上来讲都没有太大的行情。但是呢，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，在这种没有行情的背景之下，如果你把精神啊，把整个思路啊放大，格局放大一点，实际上在这个位置出现这种格局，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害怕。市场当中有很多事件，会有很多的线索提示你，我们现在博弈已经到了哪一阶段。其实我们的市场走势是服从于中国的基本面，更服从于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，包括我们内部的产业结构，各种情况其实都在其中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重点先跟大家讲两件事，这两件事情你了解了之后，会对 A 股这接下来的判断会有一定的作用啊。第一个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中国买俄罗斯的黄金，哎，竟然增加了40%，4800，增长了48倍，一个月增长了，跟去年相比增长了48倍，这说明了什么问题？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还有一个，你们可以看到，巴菲特今天竟然抛售了比亚迪，哎，这是14年以来，巴菲特赚了33倍比亚迪第一次抛售，它到底代表了什么？这其中有什么东西可以解读的呢？我跟大家一一来跟大家解读。首先我们讲买黄金这个事儿，大家可以看到，俄罗斯跟中国之间没有结盟，没有结盟，对吧？俄罗斯的能源，就是俄罗斯把黄金，我们买了这么多的黄金，这背后折射着至少三个问题啊。第一个，俄罗斯能源和黄金，你只要有人买的话，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以及和欧洲和美国的对抗，它就可以打持久战。为什么？它有钱呢？他有钱，而且以他的地域之广，我觉得撑过，让他度过这个危机，应该来讲没有什么太大问题。就是国内的经济危机，他前面有四次金融危机，98年一次，08年一次，14年一次，2020年一次，现在是第5次。但是这危机的背后，只要有中国这个大买家，你信不信他不会倒？黄金的背后，这是第一个折射。第二个折射是什么？中国现在是按照他卖黄金给我们，卖能源给我们，基本上是七折，七折跟市场价格相比是七折优惠。七折优惠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并没有吃亏，对吧？而且我们拿到了这些能源，拿到了这些有色金属，我们可以以市场价抛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中国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中间商，对吧？我们是一个中间的位置。你欧洲不是不能够买俄罗斯的石油吗？那俄罗斯卖给我，我卖给你。你欧洲不是不能够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吗？他卖给我，我卖给你。我按市场价卖给你，他打折卖给我，实际上你还是在买俄罗斯的资源。那么从这个点上可以看到，实际上在这个如果按照这样操作的话，这个生意可以持久的做下去。也就是拿欧洲的钱可以打欧洲，可以跟美拿美国欧洲的钱可以跟美国欧洲持续性对抗。那么这件事情，我认为对整个世界格局来讲，可能整个世界的这个格局会变到进入到一个持久战的过程当中。那么整个格局会大变，特别是欧洲的通货膨胀，你想短时间之内把它给降下去，哎，那是做梦。有很多人这两天给我私信说什么呢？说欧洲现在的天然气，对吧？天然气呢，它已经储存了冬天够用的80%，所以呢，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呢突然往下跌，没有错，说的一点没错。但是你们知道，这个天然气有便宜有贵。如果从俄罗斯那个地方来，天然气假如是1块钱，现在他们储存的这天然气价格可能是2块，甚至是3块，涨价会转移到他们老百姓身上，会变成通货膨胀。也就是说，它无论它怎么降价，你看它的电费降了没有？它电费发电，欧洲发电现在主要还是靠天然气，电费不断的在攀升。为什么？因为天然气的成本在增加。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，欧洲只要通货膨胀不断，它就得加息，一加息就经济就会出问题，而且持续的能源断供对整个欧洲的经济结构，对整个欧洲的格局会产生重大的问题。那么第三个，我们讲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威胁美国的霸权。为什么？大家可以看到，美国之所以能有霸权，背后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能源决算听他的，对吧？
但现在的能源结算你可以用卢布，也可以俄罗斯卖给中国，中国再转向世界。那你想看，可以用卢布也可以用人民币啊，对吧？以前咱们没有能源地下权，那么俄罗斯这样搞一下，那么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人民币你可以用人民币结算，你也可以用卢布结算，因为人民币可以和卢布自由结算，对吧？这是第一个。还有一个是中国的商品，中国真的没有到掀桌的时候，如果真的要掀桌了，真的到了掀桌的时候，这个商品结算要用人民币结算，就是一个大杀招，大的杀招。因为欧洲整个欧美的体系之所以经济能够支撑，就是中国的廉价商品，中国的廉价的工业体系在给他们支撑着。如果一旦这个结算体系要用人民币结算的话，对他来讲，我个人以为是灭顶之灾，灭顶之灾没那么简单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讲巴菲特开始抛比亚迪。哎，你们看到这个消息说巴菲特14年以来第一次减持，他这个减持这个动作为什么会在这里减持？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一下，比亚迪呢也公布出来他的业绩，对吧？这个公布的这个业绩呢已经公布出来了，业绩还不错，半年增长 206%， 情况还不错。巴菲特这个减持对整个中国的新能源，哎，是有影响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新能源的公布走势，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增长速度非常快，一到七月份我们500万台增长了 70%。 我们现在一到七月份，中国的新能源车占整个世界的新能源 60%， 就全世界 60% 的新能源车是我们生产的，对吧？是我们生产的，而且未来有可能会到 70%， 甚至呢 80%， 这都有可能。因为我们现在电池是我们这最牛，新能源汽车的厂家也是我们最牛。那么从这个方向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东西，看到什么呢？我们整个新能源汽车，大家注意，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达到了 25%。 那么明年有可能上层会把一些补贴，比如说一些购置税，对吧？这些补贴会逐步退出。那么对于整个新能源政策，新能源汽车来讲，我们可能会从一个成长性的公司变成一个成熟性的公司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初创期、成长期、成熟期，最后衰退期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上市公司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这种高估值有可能会下降。现在125倍的 PE， 那显然来讲，这个 PE 是有点高的。那么如果估值下降的话，那么巴菲特在这个位置减持还是比较合适的，还是比较聪明的啊。但是有很多人就说了，中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到现在为止只有25%的渗透率，对吧？那么是不是未来还有很大的空间？我跟大家讲，未来我们的渗透如果还增长3倍的话，那么这个市盈率125，那么就会变成30几倍的市盈率，对吧？那么30几倍市盈率对一个汽车企业来讲，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。那么未来对新能源汽车来讲比较重点的方向，我个人以为有可能是出口。中国呢，为什么丰田以及欧洲的汽车能走得这么久？实际上是全中国或者全世界的市场养着他们。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未来能够出口的公司，应该来讲有可能还是我们这些重要的头部厂商。中国未来想发展，就是把整个国际市场拿到新能源汽车市场拿到中国手中，这才是王道。巴菲特减持对这个位置短时间之内对整个新能源的行业，新能源汽车行业会有负面的影响。但这个负面的影响，因为它毕竟减持的不多，对吧？对负面的这个影响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有限的。所以大家在这个点上对整车的公司啊，有可能在这个位置就调整，有可能会有所调整，至少它不可能产生重大行情，大家要注意一下啊。那么第二个，对整个新能源汽车，我们个人认为打进国际市场才是王道。但是打进国际市场，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比较强了，那么怎么未来怎么把整个市场扩张变成中国的市场，这还得看整个政策，包括中美博弈之间的这个问题。那么第三个呢，我们个人认为就是 A 股这种情况啊，风光锂储肯定还是重点。那么对于风光锂储车这几个方向还是比较重点的，但是这里面大家要注意一下，整个大盘的行情目前为止没有太多的机会向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十月份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开，在这个位置是有维稳动作的，但这个维稳动作的力度强弱还得看具体的政策出来。目前为止有两个基本政策，一个呢是关于房地产的，还有一个呢是财政刺激。但是对整个市场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好像市场的资金并没有大规模进场的意思。那么十月份之后，我们认为整个市场有可能会出现比较新的炒作的点，在这个点这个地上，在这个地方的话，我们要重点等待这个会议的精神，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，对吧？那么在这之前，整个市场有可能还是会保持整个平稳的去运行啊。那么
没有重更没有更多的行情。最后呢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在这个在今年的这个行情当中炒作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追风过头了。有的事情呢，大家可能不知道。我在这个行业里面，我是知道的。我跟大家讲，这里面大部分能够挣到钱，在这一段时间，如果宣称他能够挣到很多钱，基本都在做庄啊。在这里，我揭露一下这个行业的内幕啊。你比如说国光电器。像这样的公司啊，前一段时间是不是走得很好？这里面就告诉你有大赚，我们都知道，业内的人都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在炒作。你看今天这一波下来，庄全部离场走人，对吧？就是一个核二牛，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就你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所以对这种类型的公司还是要格外小心的。还有一种类型的企业，大家注意，大家知道有一个公司啊，叫固德威，对吧？固德威，对吧？这个公司500亿的市值，今天跌6个多点。还有和脉股份，就像这样类型的，这都逆变器的公司，对吧？你们知道今天和脉跌了14个点，固德威啊，今天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，这个业内的人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至少说出了心声。说了什么呢？他说500亿的市值，你们知道固德威这个啊，固德威这个公司半年时间挣了多少钱？挣了5000万，500倍的市盈率。这个500倍的估值，5000万的利润，咱们这个行业里的人就说了，炒啥呢？谁能教教我？如果没有炒什么，这个利润和这个估值不能够匹配的话，那么市场为什么会走这么高呢？你们仔细想想，这里面大有文章。所以为什么我前后在文章当中讲，盯着重点的龙头性的公司，他不敢作假。哎，我没说固德威作假。我也没说什么那个东西，大家千万别误解啊！有很多的上市公司，实际上处于阳光行业的上市公司，他为了能够让他的估值提升，他可能会找一些粉饰的东西，粉一些数据去粉饰。这里面我后面如果有机会，我再跟大家讲。还有，为了保证我的估值能够走上行业平均位置，甚至变成异军突起的一部分，方便他套现，也有可能市场会有很多的账户啊，会有很多的资金去配合他。我讲这里已经够明白了，大家仔细琢磨琢磨，有很多的事情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。所以大家看老鼠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啊？能看到真相啊。好，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详细的内容大家参照索文斯的文章，如果你找不到的话，那么你们相互之间在评论区说一下。好，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大家关注索文斯的文章，关注索文斯的视频。最后强调一遍，老索没有收过任何一分钱，所有打的索文斯旗号或者添加你的微信的，添加你的这个私人联系方式的都是骗子，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相信。好，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啊，大家关注索文斯，如果你手机有电，长按点赞键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